Das。修泽午安，小易午安，西兰午安，翠翠午安。啊，今天的直播特别的早呢。今天是中午台。Kevin Ray， 午安，吃饱了吗？我早餐比较晚吃，所以还没有吃午餐，应该还好，还不会饿。大家吃饱了吗？我是早上不太会饿的类型吧。所以通常不会一天三餐都吃，我早餐跟午餐通常只会选一个吃吧，我的习惯的话，除非是那种超级早起床才会早餐午餐都吃，不然通常是择一这样。刚睡醒吗？博弈午安，塔瓦哥午安，别人生推午安，茄子午安。因为我很少在这个时间开播，所以我很好奇这个时间的大家都在做什么。是尼哥午安，阿哲午安，托莫午安，翠翠午安，我讲过了吗？翠翠，不要问，嘘，午安。有一个，只有一个符号的，是新进到我直播间的观众吗？NJ 午安，正在吃午餐。一拳超人午安 ，CSH 午安，姚午安。谢谢卡丘分享我的直播间。哈利桑啊，哈利桑，こんにちは。今仕事ですよね。仕事中？忙しいみたい。ハリさん。杂工，杂工午安。有一个狗狗表情符号的午安。我今天夹了我新买的那个发夹，然后还是我拿下来给你们看，对，侧面好像看不太到，它是猫咪的，你看，猫咪图案的发夹，很可爱。我难得找到自己会喜欢的那种发饰，其实我还蛮喜欢逛发饰。两个颜色，白色跟红色，我还有另外两个颜色是粉红色跟蓝色的，我下次再讲。我喜欢这种比较风格比较清新一点的发饰嘛，就是我个人的话，我很不喜欢那种亮亮的发饰，对，或者是上面有珍珠的那种，我完全就是不行。对啊，不是有那种韩式的发夹吗？然后它是都是珍珠，白珍珠的那种，很少女。可是我就不喜欢那一种，就是可能我个人不习惯那种风格。我自己的话会喜欢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发饰嘛，然后不华丽的那种嘛，比较轻飘飘一点的。法式我会比较喜欢，我有讲过吗？
把它夹回去好了。觉得这两个猫咪的发饰很可爱，明明不是猫奴，但是常常会有猫咪的商品。夹回去，变这样。那个 L O H K N G 五安，又看到你了，五安。陈逸飞五安。那个 A D I S 五安。北极星五安。很适合于户外户外的风格。双眼午安，双眼午安，感谢双眼中午那么早来看我。哦，被熏熏吃掉的兔子午安，周伴郎午安。我现在卸我的指甲油，我上次哪一天擦的？礼拜五吗？马上就掉了。是不是这种比较不伤指甲的指甲油都会比较容易掉呢？红色那个好像棒棒糖，真的吗？我是觉得红色那个很像饼干吧，就是它对我来说很像小饼干的感觉，棒棒糖也蛮像的，可能我另外两个粉红色跟蓝色比较像棒棒糖吧。这个有小饼干的感觉。微微午安，谢谢傅伟送了我礼物。雨露午安，刚刚突然发现今天开一点的。是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排程的关系，我没办法每次都固定的开在下午五点，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每周都会在官方脸书上面发布的直播时间表。谢谢哈娜的口罩。不过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大家，还有来准时看我的直播，真是太感谢了，大家都很棒，谢谢你们。没人播的时候就继续睡啊。いますよ。哦，诶，是 Mina 吗？ Mina 来了吗？ Mina， 是 Mina 吗？黑色美甲好意外用这个颜色哦，这个你上次没有看到的话会不知道，它其实是深蓝色，就是我买的颜色在哪里，我搞一下，我又把它拿过来吗？哎呦，在那里，等我一下。去拿一下。我买的是这个颜色，它算是深蓝色的。虽然我有尝试过黑色的美甲，对，但是我觉得深蓝色也蛮好看的。通常这种很深的蓝色啊，我觉得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沉稳，比较震惊的感觉吗？但是放在指甲上，如果真的是会擦这种颜色的指甲的人，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是吗？好像会擦这种很深颜色的指甲的人，又不是说沉稳、震惊吗？反而变成是有个性的感觉吧。一般来说用这种颜色的商品，可能比如说包包啊还是衣服什么的，都会给人家比较正经正式的感觉嘛，不过放在指甲上就不会，所以还蛮有趣的。
马斯林松，午安 ，NJ 晚安 ，NJ 午安，刚才讲的晚安，小白兔午安，还有一个表情符号的午安。今天怎么突然这首开？哦，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那时候又排在一点。在上班只能挂听，好哦。如果你们发现我一直回很前面的留言，就是你可能留了很久，我还没有回你，那是因为我的那个留言区啊，它都是突然一次爆出很多留言，对。然后它不是一个一个这样子往下滑的。他是突然蹦爆出很多留言，所以我都要往上看嘛，然后看完之后就要回接下来的爆出来的留言。小时候我画姐姐的指甲，你有帮姐姐画过指甲哦？哎，真的假的？这个就是那个吗？对，所以我都会回到可能很上面留言，如果你的留言还没有被回到的话，可能要稍等一下，我可能还没有看到你留了什么。所以刚的是米娜吗？叮当鼠，叮当鼠午安，哈哈小屁孩午安。这样就可以在中午喊我爱语录了，呀的呀，恥ずかしいからやめて。トモさん午安，一般都四点。アキラ午安，小夜午安。比较震惊。一路安呐，アキラ安。谢谢哈娜分享我的直播间。不管你几点开，我都会在。是啊，秀哲每次都有来我的直播间，每次都有看到。噗噗，逛好逛完吗？什么东西？代代来了，代代午安。然后七又是七也午安，还没想到午安。雨雨午安。开几点都会来的，感谢阿哲。我只是来逛街的吗？也刚好休假可以看。坤坤午安，发夹可爱，刚刚没有发现发夹，我刚刚有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猫咪的发夹。今天为了看雨露早起了，是哦。这个时间早起啊，原来，谢谢你哦，特别为了我早起。嗯，好久没看到早上风格的语录，跟晚上的有差，有吗？我觉得没有差，我觉得近期的我早上跟晚上的风格可能没有差别那么大。好啊，也是有一点啦，白天模式跟夜模式的好像不怎么样。夜炎狼午安，やめないよ。なんで？勘弁してくれよ。小时候被姐姐抓去画指甲，怎么觉得有点可怜？被当成姐姐的洋娃娃吗？夜模式，休息后的语录变俏皮了，是吗？那很好啊，语录是我的小太阳，温暖了我冰冷的心。嗯。马上温暖你，治愈魔法。
长毛来了，长毛午安，萨克拉樱花在学中文午安。七点多才睡，差不多是你之前开完台的时间。嗯，对，我来想想今天要说什么。哦，对，今天也是三月的最后一天了嘛，今天已经是3月31号了，对吧？然后明天是，确定吗？今天是3月31，是的。那我们三月就结束了，要结束了。在这一个月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想要原本是想要讲这个。哦，对，我明天是愚人节，对不对？愚人节吗？我觉得恶作剧好像平常都可以啦，因为如果是在愚人节的话，就太明显了，就是大家被整到的几率好像不高，除非你是用那种很精心规划的整人计划嘛。不过愚人节的好处就是，因为那一天就是愚人节，所以你可以以假乱真吗，或者是正大光明的对大家恶作剧，可能会被原谅的几率会比较高。被原谅的几率会比较高，我就说哦，因为今天是愚人节这样。对。原来是平常就要整成原式啊。だって告白すると可愛い反応がドラララララ言ったくるしかない。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去整成员吗？突然间变热了呢。哎，那个 WI78WINHESS 午安。明天就要退 TTP 歌了，啊，不要，愚人节还没有到，不可以这样跟我讲。愚人节还没到啊，别人都没有被整的困扰，怎么办？还是我现在来整大家好了。可是不能用，不行，我绝对不用 TTP 来开玩笑，绝对不行，真的。可是不过，大家都是 TTP 的粉丝，如果要整。整大家的话，用什么来讲比较好呢？来想想，想要被大家想要被恶作剧吗？全新的音乐串流 App 由微软精心设计，具备强大的搜索引擎。只要说，如果明天要整成员的话，现在拿你们练习不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吗？毕竟我明天没有直播嘛。我的叫什么？蜂蜜柠檬。有点太甜了，我不应该点半糖，我是应该点微糖，好甜哦。我想说酸的东西应该要甜一点才不会那么酸，结果好甜。我真的好甜，真的好甜，我真的不行，好甜。我加水，好甜的，不是半糖吗？好甜，怎么那么甜？是不是因为我平常喝冰的，所以那个甜味被盖住了，没什么感觉？可是我今天喝热的，就觉得哦，半糖怎么那么甜啊？智胜午安，有你甜吗？我觉得有，甜到让人家觉得不行，太多了的程度。
可以说烦恼学业、偶像之间的问题，考虑是否毕业吗？嗯，所以果然要很认真的开启一个话题，会比较让人家容易相信吗？那有什么事？其实有时候找到那种无伤大雅又会让人家觉得很有趣的玩笑，也不是这么简单。像是那个，好像之前呢，就是上一次的愚人节，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出车祸，就是他受伤了，出车祸。然后我就超紧张，因为反正嘛，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他到底是不是开玩笑的，我就是马上就是超紧张的问他，你还好吗？有没有怎么样？现在人在哪里？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他跟我说他是开玩笑的。对，我觉得我好像特别容易被整到吧，如果是用这种事情来跟我讲的话，因为我第一时间根本不会去想那么多，你是跟我开玩笑还是怎样，我都只会在意那你现在到底情况好，情况怎么样了。对，受伤这种事情吗？还是什么真的很认真的跟我讲的话，我会很高几率会当真吧，我觉得。对，不过这种玩笑真的不要，我觉得真的不要开吧，就是会让人家很害怕，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怎样子的玩笑比较好开呢？我也在想，像是我之前就是我是跟朋友说我去染头发，然后其实我只是用那个修图的 app 把自己的发色弄成其他颜色，就是，可是我跟他说我去染头发，然后他就真的相信吗？他以为我去染头发，不过我没有。大概我是开这种玩笑的吧，我觉得我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如果不管是不是骗人，好像都没什么差，但是会整到对方的那个程度吗？不要突然来一个太可怕的玩笑，我的小心脏会受不了。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啊，是啊。我想想，其实我跟阿潘已经去登记结婚了，这个算吗？之前就有成员骗说剪短发啦，哦是哦，这个有严重。恭喜恭喜！这光说出来就很假了，对啊，妈，我不怎么会骗人吗？还是我开的玩笑不对？咦，其实你说你是个男孩子，我还比较会相信嘛。抱歉瞒了大家那么久，其实我是男孩子。货真价实的男孩子，欺骗大家的感情那么久，对不起。就是我留了5年的长发，就是为了进入这一行当爱豆的。从甄选瞒到现在，我就是男孩子啊。诶，樱桃吗？樱桃吗？午安，花生糖，午安。哼，要制作一张结婚证啊！这个有点真实，我信了。
板，我要一份麻薯屋。哎，我记得以前，啊，真的假的？怀孕了那个也哦，哦，这个也哦，我觉得有点 over 了，好 over 了、这个，哇，这个不是我敢开的那种玩笑，可能是关系很好，然后认识了很久，可以这样子开，我真的哇，怀孕的什么的哇，真的不行。你后来有揍他吗？没有，没有揍他。你是说看我？你是说跟我开玩笑的那个朋友吗？我当然没有揍他。人类观察都这样演呢、啊，找人商谈很认真的话题。是啊，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也一样是找人来商谈那种很重要的话题，结果是什么？吓人的那种嘛，比如说灯突然关掉啊，不然就是那个椅子突然，该怎么讲？反正就是那种惊吓的环节嘛，或者是在电梯里面突然把灯关掉，然后喷干冰啊什么的，那种很会突然吓到人家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还有那种什么，我想想，比如说故意想要惹人家生气的气话嘛，就比如说他，跟人家很认真的在商谈问题，结果你都故意就是爱理不理的样子嘛，然后测试看看那个人到底会不会生气的那种整人方式，好像也不错，我觉得。还是我这次就来，现在应该没有成员吧？好像应该不会有成员在我直播间吧？应该没有。好，就算有，你们要保密好吗？还是我来测试一下，就是，看大家会不会生气嘛？这样。不过要跟我讲话讲到生气，要怎么？有办法想象吗？跟我讲话讲到生气？想要看看大家会不会生气，就是跟我说什么啊你好烦哦之类的，然后挂我电话，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要吗？黑哥午安。去测试那种死都不来看你直播的人，例如阿潘还是阿潘之类的，发一张图问他鸽子为什么这么大。如果直接亲上去看会不会有人生气？不会，这个绝对不会，不会，我可以保证不会有人生气。谢谢黑哥分享我的直播间。看人类观察真的很多可以用的梗。对啊，我喜欢灵异观察吗？不然煮香菜水看阿潘能察觉吗？你是魔鬼吗？我的妈呀，你怎么想到的？你怎么想到的？我天啊，香菜水认真。哎，我觉得这个太有，这个好可怕。那阿潘之后4月1号过来就跟我绝交，变成了香菜水。哎，不是这个太，我想过要编一个香菜皇冠给他之类的，就是那种我做得出来吗？还在想，可是那个戴在头上超臭的吧？我的天啊，哪天想要搞一波大的，再做一个香菜皇冠给他。这次就先算了，我没有办法临时伸出香菜皇冠来。
语录哦，小千，小千来了，小千午安。人等要忙，可能没办法看，先打招呼一下。好，香菜水这个真的会绝交吧？嗯，认真，我觉得，因为我的粉丝也有讨厌香菜人嘛，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自己被骗，然后喝到香菜水，你有没有想跟那个人绝交，从此黑名单，断绝往来？哎，香菜水真的哇！就是如果有人喂我喝，面筋水嘛，我不知道有没有面筋水这种东西，做不做得出来嘛。总之，面筋水应该也没什么味道。不过香菜水就是真的会味道很重的感觉。我已经封锁他的联系方式。雨露拜拜了，我要上班了。阿基拉上班加油，拜拜。インスタの DM は読めますか？読めますよ。ありがとう。对自己相当有自信的，是啊。虽然我不会真的做，就是。拜拜。还是说呢，我现在开始严大家，就是现在开始认真的严大家，然后看大家会不会生气，这样，就用这个方式去严大家嘛，作为明天的练习。开始演大家，午休去雨露拜拜，拜拜卡丘拜拜，辛苦了，还要抽空来看我的直播。不就跟之前差不多？不过看雨露的反应比较好玩是吗？话说要怎么演直播呢？我想想看哦，就是大家跟我说什么我都说很敷衍的回过去吗？就是比如说我看一下，卡丘跟我说他午休结束了要走了嘛，我就说哦是哦，快滚了，拜拜，那种会生气吗？会生气吗？会生气吗？就是冗蛋的哟，会吗？莎莎午安，我今天比较早开直播，抖音会喜欢吗？就是毫不关心吗？哦，这样哦，快走啊！我也不是很想啊，好难哦。等一下，我冷静一点。我爱你哦，会得到什么反应呢？不行，这时候不给害羞，等一下。奇怪，我爱你哦，要什么反应比较会让人家生气呢？我不爱你，这样吗？哦，你可以回哦是哦我不爱你，哦是哦我不爱你。你谁这样吗？表情要厌世一点吗？好，厌世一点。哦是哦我不爱你，
有好一点吗？Jimmy 有玩表情厌世，嗯，刚有厌世一点了吧？妈，那这个做不到的话，还是别的好了。啊，好像言对方做不到，嗯。完全没在听人家讲话，就是只顾着讲自己的事情的那一种，会比较轻松做到吗？不过这个就不能在直播测试了，因为平常我在直播讲到很嗨的时候，的确都是在讲自己的东西嘛，就是顾着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然后就是会忘记看下面的留言。好了，晚点补档，感觉今天很有趣，但是要忙了。好，小天拜拜，水吹午安，鱼拜拜啊，不对啊，这个时候不行，快走啊，好烦哦，快走啊，来我直播间干嘛？赶快出去。有多远？我的东西掉了。有多远滚多远啊！さよなら，拜拜，永远不见。好事啊，准备。真是看到你的 ID 就烦，没错，来我直播间干什么啦？又是告白又是骚扰的，烦死了，快滚，哼，现在就给我走开，一生都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走开，亚达，讨厌你，滚，哼，できないよ，啊，做不来。那大家走了，快走！长毛，谢谢长毛分享我直播间。できるじゃん，才没有的，超级棒读的，下手好き。继续骂柠檬，柠檬，原来柠檬是抖 M 的部分吗？好，我突然想到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大的事情，大概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的事情，超出荧幕这么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下载抖音，然后关注美玲的影片吗？然后帮他分享跟按赞，因为他到4月20日之前好像有一个任务吧，应该是要收集大家的赞跟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尽力的帮他。那我今天要来帮他宣传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以为你也要拍抖音。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美玲分享出去，然后按赞。有哦，东东了，谢谢，辛苦了。我们 Sakura 组的美玲，你要宣传他的抖音 ID， 这宣传比较有用。可是我还没有记他的 ID 耶，怎么办呢？总之，我下次直播再宣传一次。然后那时候再把美玲的 ID 记起来吧，放在自己的贴纸上面这样子。哦，他的 ID 就是 iStar 的那个吗？
好了，把它记起来。对啊，直接搜寻美玲小三美玲就有了，就可以找到 Miley 的抖音了。小布丁之炼金术师艾德，午安，是那个爱德华吗？炼金术师，可爱，那个可爱，好可怕。雨露露什么时候要拍抖音吗？嗯，大概一生都不会吧，一生都不拍抖音。是的。雨露，美玲的昨天就追踪了，哈，还是这个也是愚人节？不是，这个真的不是愚人节，这个是那个美玲参加的选秀节目《滴滴五二》的任务吧？所以这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整人的部分。需要我们去参加那些选秀节目的成员吗？都可以帮我们增加更多的粉丝，然后他们也可以获得很多收获，这样。过没不能，不过我也没办法帮他，帮他什么？可以帮他就只有跟大家多多的宣传他的抖音嘛。明天官方有粉丝俱乐部要办呢，谢哈娜的玫瑰，我现在已经不想喝那个我那个超级甜的蜂蜜柠檬了，真的好甜。你想，不行，我要露出来，好甜哦。比起酸的东西吗？我觉得甜的更会让我不行吧，酸的还好。哦，我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我看一下。哦，我克洛伊朵的歌，难怪。这个曲子很像我平常会听的曲风吗？只是他是用小提琴的，你就盐它，可能就不会这么甜了，是吗？可以给我啊，我不怕甜，因为你比他更甜吗？给不到啊，送到你那边就坏了。马夫的嘛，是吗？上面是没有写马夫马夫了，六六六六五安。我原本是想润一下自己的嗓子，所以想说喝个蜂蜜柠檬，结果哇好甜哦，不行，反而甜到没办法润吗？如果有投票的话也可以宣传一波，如果有投票的话我也会帮他宣传的。你可以多创几个分身帐去按赞。不会啊，我跟你一座山而已。啊对，然后今天的有喜欢的成员吗？山本さやかさん、神吉です。あと松岭朱里奈的前松岭朱里奈前辈的日文是什么？人可以支援我一下吗？松井朱里奈前辈的话，张本彩前辈的我记得，可是
松井朱里奈前辈就忘了。哦，马兹伊朱里奈，马兹伊朱里奈さん。国宾，国宾午安，田中豆粒网午安。好 ，OK。我觉得这集嘛，今天的正题嘛，其实我今天我一直以来闲聊的直播都没有正题，我都会就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然后三月的话，我觉得自己一直想要去尝试嘛，做一些新的改变嘛，就是三月我觉得特别强烈有那种想要好好改正自己的一个想法嘛。一直有想要那种重新出发的感觉吗？就是虽然以前也是都会就是想要让自己越来越好的想法，不过三月的话就更像是那种一切都归零嘛，然后想要重新再开始的感觉吗？是因为春天的关系吗？是吗？总之呢，我觉得三月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会一直想要重新的审视自己嘛，然后尝试着去用更正确、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很多事情，然后还有同时也看待自己的各种行为吗？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好好的重拾自信跟信心的一个方法。因为三月的话，其实我有时候会有那种对于未来然后很不安的感觉嘛，或者是对于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会有种就是一直很不安的感觉在，对，一直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嘛。然后又没有看到什么很好的兆头出现嘛，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担心，然后在思考很多以后的事情啊，对，总觉得很不安，然后没什么希望的感觉嘛，对，对，偶尔也会有这种焦虑存在，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有在好好考虑后续的事情吧，就是又好好考虑之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在想，所以才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吗？其实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吧，对，主要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再打起精神，然后振作起来的感觉嘛，是好事啊。对，希望自己真的20岁之前可以成长成一个更加个性上更加成熟有自信的女性吗？外表就不用了，我觉得外表应该动不了，外表到20岁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啊，不会差多少，对，毕竟我的脸真的从小到大都没什么变过，所以我不觉得自己到了20几岁嘛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应该是不会，除了妆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之外。好，所以我说的是希望自己的个性上嘛会更加的成熟，
每天也在成长，对啊，觉得自己每天都会多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废文之伤，如果你的粉丝要转推，会希望把原因说清楚，还是默默消失的好？我个人是希望说清楚吗？因为我的话，就是粉丝如果是转推的话，我只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可能不够有魅力，不够有吸引力，然后我要加倍的努力让他更喜欢我的这种人嘛。对，就是我不会去怪粉丝说啊你怎么变心喜欢上别人了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应该是那个人有比我更好的地方，就或者是有什么更吸引他的地方他才转推的，所以我自己也要可能向他的推学习嘛，或者是自己才有机会看到自己可能哪里还不够的地方，才没有办法留住这些粉丝吗？对，我自己是会去我是会去检讨自己的那种人啊，我不会去想说粉丝为什么粉丝为什么转推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的话，我觉得跟我讲一下会比较好，不然我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对，就是如果你的原因是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原因的话，可能要跟我讲一下，我会觉得比较好吧。对啊，默默消失，我会有感觉啦，会觉得傻逼兮，会觉得有点寂寞的。今年已经走到四月了，是啊，说不定没到六月人类就灭了，就不用担心我收回。妈，抱歉，我不是饶舌歌手。这是一首歌吗？怎么好像听过这句台词？午安。到了六月应该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的确我也觉得不会这么快解决，不过会不会减缓感染的情况还说不准，希望是会减缓吧。如果有缓和下来的话，活动上只要小心一点应该还是可以举办的，不过这部分因为现在政府也有防疫的政策了嘛，就是关于很多人一起在同个空间内集会的那个措施跟应变的政策也有改，所以嘛到时候可能要看也要配合政府那边的做法，再来决定我们的活动是不是可以顺利的举行，有很多很多考量的点。玄阳，玄阳午安。是比较可惜，平常工作跟不到娱乐播。是啊，那你今天怎么有办法跟到我的播呢？于婷姐午安。可能就没什么人来看大家了，不会吧？大家不是都等很久了吗？那这样六月的话，应该都是那些已经等很久的人过来了吧？是吧？阿努纳奇午安，李央，谢谢午安，龙梅午安，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好，我今天。这个不是阿亚萨的，这个是石川林子的。我知道阿亚萨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手吧，
像是那个哦，班多里，就是少女乐团派对这个企划，它有一个新的乐团，然后里面的小提琴手就是阿亚莎。那个团叫什么？莫妮卡吗？是吗？我也记得是 N 开头的。然后他，对，他的小提琴手，我一开始认不出来是阿亚莎。然后后来他，我找到他的 IG 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阿亚莎，是我也一个很喜欢的小提琴手，因为他真的长得很漂亮，他就是很适合拉小提琴，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的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很高，是啊，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语录好哦，关播前来打个招呼，午安。我的确差不多要关播，啊，我有说我今天休假，啊，对，你今天休假，难得休假还来陪我，感谢。好，那我们来念我们的钻石榜好了，今天的钻石榜，我看一下，今天到第十九名，所以我从第十九名开始念。今天天气蛮好的，是吗？好想出去走走。今天天气真好。今天的第十九名是 CSH， 第十八名是花生糖，十七名是一个点，十六名是嘉阳，十五名是北原神推，感谢你们。接下来第十四名是 Sakura， 第十三名是樱头猫，十二名是神秘的浪客，第十一名是小千，第十名是修泽，谢谢你。接下来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八名是智，第七名是博弈，第六名是阿基拉，第五名是富伟，谢谢你们。接下来第四名是叮当鼠，第三名是艾斯，第二名是哈娜，第一名是阿米，感谢你们。然后艾斯、哈娜跟阿米是今天的前三名，谢谢。咦，阿米好像第一次在第一名上面看到他，感谢你今天送我这么多的礼物。然后来看我直播的大家都辛苦了，这一个小时，今天特别提早开了直播，还看到这么多人来我的直播，真是太好了，感谢大家。希望今天的直播也让大家感到开心了，那我们就礼拜五再见吧，拜拜。谢谢国兵追踪了我，哈利桑，ありがとう。今天天气好好，感觉很适合宅在家里一整天吗？我觉得我宅到有点久了，会不会发霉啊？已经有点想出去晃晃了，连我这个超级宅的都会有点想要出去晃晃的感觉。不过艾斯之前不是在家里自主隔离吗？这么久了，应该也会想要出去走一走吧。并没有很阴吗？对我来说，很阴是好天气。对，的确我这边也是阴的，不过它就是没有什么太阳，但是没有下雨，就是有点湿湿的、凉凉的天气嘛。我蛮喜欢这种天气，湿度饱和的天气。湿度很高的天气，可是又不能下雨的那种，因为这种天气啊，如果就是一下雨，下完雨之后通常都会 出大太阳吧，然后天气会温暖起来了，我就不怎么喜欢这样子的天气，我会比较喜欢那种要下雨之前，然后很多云嘛，然后凉凉的阴天，我个人的话。感谢
感谢初五的礼物。好，那我真的明天只好来录，拜拜，大家拜拜，我要关播了。下雨过后的大太阳很闷热，真的。